听一下他们心目中老歌的定义，其实可能你跟张琪姐会吓到。哦，不一样，不一样。对，潘一文讲一个，你在参加超级星光大道的时候，你唱那首歌，然后就觉得说我在唱老歌。老歌啊，对，可能是童安格的《忘不了》，大概那个时候。童安格是老歌了，所以忘不了我。啊，是这个吗？不是，忘不了你的泪。那个算是中近代的吧。我了解为什么林志炫随时常要唱歌，因为你都唱错，然后他就会纠结。这一定是妈妈。那个忘不了，忘不了，你是顾妹的不了情，完全不了情哦。对，你真的。好像在拍老电影，你有没有觉得？对啊，这衣服已经几十年没穿了，我动都不敢动。你快疯开了吧？可是保养得非常漂亮，很漂亮。所以你们讲的老歌，对张琪小姐来讲就是不是老歌。那你那时候开始唱歌的时候，你们也有老歌吗？有。那你们的老歌是什么歌？可能到哎，周璇呐，民国23年到30年，比如说有李香兰，像夜来香，在何日君再来。那个年代，那些歌现在也还在流行啊。对，那是邓丽君。葛兰，对，葛兰有米。葛兰是不是唱那个什么 Cha Cha Mambo 那个？还有那个我要你，然后中间好多英文有没有？但是我觉得范围我要你，我要你的，好酷哦！你真的好酷哦！哇，你现在没有办法了。有一首歌，我们。我们节目制造了一个谜，就是说我唱了一首歌，我个人很喜欢。结果我们犯错，我们就打出来的时候都弄错歌名。看你们知不知道这首歌？嗯。明知道我不够爱你，为什么哒哒哒滴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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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谁唱的？我的。连我都，但是我知道那个歌不算很老。那罗美玲今天是要第一个上场，你要唱的那个老歌叫做《小小羊儿要回家》。老师说这首歌，你真的听过这首歌吗？我听过，可是我没听过原版。所以你当初是在什么管道听到？大部分都是听翻唱版吧，有人翻唱听的。它算是儿歌吗？应该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曲。如果我没有记错，这个电影应该是林黛演的。嗯，啊，所以张琪姐可以让我们听一点。红红的太阳下，山蓝咿呀嘿呀嘿，成群的羊儿回家啦，咿呀嘿呀嘿。好听，好棒哦！我想。唱的歌是哪一首？夜来香。夜来香，李香兰的歌。以前听过的吗？还是新学的。新学的。新学的哦。好，我们欢迎刘丽扬哦。夜来香，我为你歌唱。夜来香。我为你思量。
南风吹来清凉，夜夜莺啼声啼唱，月下的花儿都入梦，只要那夜来香吐露着芬芳。我爱这夜色茫茫，也爱那夜莺歌唱，跟那新歌了，嗯，那感觉完全不一样。所以夜来香当初在原唱者那边是走华丽大乐团路线的吗？也不是，是那种因为以前都是管乐多，弦乐的乐队不多，那管乐的多，那你毕竟提琴要，你要弦乐起码要28才能够有那个感受，所以这个如果是我们唱的话是伦巴的，他那个已经变有点像 Vasa。对，所以润巴的是怎么唱的时候？那南风吹来清凉，那夜莺啼声凄怆，月下的花儿都入梦，只有那夜来香吐露着芬芳。我爱这夜色茫茫，跨越整个娱乐世界，他很融入进入到我们那个年代。因为他们那时候跳舞就是有一种好曼妙哦，啊，就是你有办法吗？那个刚才那个有，我觉得他们是有一点，哎，你可以，可你他的手比你软，对，他这个动的那个，我们对他是现代的国标的动作。